Bicho. ¿Ah? Bicho. Bicho. ¿Qué es eso, bicho? ¿Por qué está hoy? O sea, estoy a inglés, bicho. O sea, que en el canten su asiento. Oh, bicho. Ah.都给了钱的，要不然是82年。对啊，以前他很早很早。这个是一个大学，台北大学，这个是一家医院。就这间，这叫恩主公医院。那意思就是台湾最多就是土地公啊，他的土地公盖的医院。那个地方叫莺歌，台湾做陶瓷最有名的地方。台湾的山都这个样。这是进桃园县的。进，知道的蒋介石就躺在那边，还有蒋经国也在那边。现在蒋，难道他儿子有吗？啊？他儿子还有吗？有啊，是。离家那么远呐，谁也不认识。啊？台湾特点都没有侧方的路，现在北方那么多都是还有多方路，只有多方。我不一样。
的？有。现在没啥人，现在很多人。然后往那个山地方看过去，我们小时候在那山里头，然后这边就是海。哪里？哪边？哦，那个庙，那很多庙。那边就是海。现在是啥？这座苗，这在苗栗叫这座山叫西山。这往这边跑一点远的。我住台中啊。我们这靠海都很近，所以都在海边。靠山又很近，就住山上。我把它山上，它有一座山，都种满了这个没用的树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我们再开一个钟头，再一个小时就到了。很热，那睡觉去了。好了。